是很想。怎么那么迅速？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，队长。可以了。那我们是要换个方向再来一次吗？我钱多，我先走了。这么凶残的，有机会吗？应该是没有。嗯，可像老鼠打野会。挂到上路，不要搞，不要搞，不要搞，中路也来不及回去。觉得老鼠打野会被拖到，自己也会被拖到。有一个最安全的路线。怎么样，二哥？中间二相方吗？哇！没事没事，我的还没有亮，光没闪，光没没有烧了，应该不会死。喂，金属低波没有掉，我他脚掉。小鼠，老鼠，那什么？小鼠来一下。好猛哦，老鼠！哇哇哇！没看到，哇，疯了！再留意，没有，我操，我操，嗯，Don't trust any liquid you can see through.
我被拆了。F 六了，六了吗？六了。是。这个牌真的是牛逼耶，我以为不会中都会被打。TF 可能靠下哦。对啊，压力不敢够出去。你超酷的。怎么啦？我。哎。超神！哎呀，那个也就五十把人了，姐。你们没开大之前绝对不打。你们没开大之前，我的线永远都在这边呢。敢走出去？我真不敢走出去。亚特，亚特。我已经不敢出去，好可怕！真的，还靠下，还靠下。开玩笑，哎呦，吸血鬼不见了。吸血鬼也是很怕，我线控在这边，吸血鬼不敢乱吃，笑死！两边都很怕，我也超怕。哇，小丑死了！你看我们这安全的兵线，我超级安全，我们上下绝不推出，绝不推线。只剩中路，我永远不敢乱 Q， 你知道吗？就让我来承担吧，就让我来承担。不敢乱 Q， 没事没事，你们 hold 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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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啊，现在去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先过过，要过。行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看这一波硬腰。太远了，出事！保护蓝 buff， 保护到出事。跟不上了，太远了啦！小丑被你杀了，哎，拿到蓝 buff 了，这小子敢秀蓝，哇，天哪，哎，好像变成了飞镖，没事没事，没钓到没钓到，小丑狂搞，怎么样？民主至极。会助攻，然后憋得很爽。好像往上哦，
我说可能往越往中。他刚刚有大，他刚大过，没关系，可以来干他。干他，干他。他看到了。过去了还想走啊？回来啊，妈的！总算让他搞到了，到了哈！不见了，下路不见了。烟火没大，大家安全了。他没大，大家安全。你们没大，大家安全个三分钟左右。错了，这个还不见了，在中。哎，我不安全了，干！不是吗？那小草操嘞！靠！来不及！看那小对方搞我，怎么样？拿钱是啥？你要干你？绝不限的下路。三点而已。可以往下咯，他是走过去的，我这里是有点 hold 不住。两个小兵，不贴。登D是走过去的。我已经闪现了。黄老师 ，TF 有点痛。还好，他刚刚才被我们搞了一轮。哦天哪，就是要搞我他们。TF 冲过来了。为什么就是要搞我？但我不懂。TF 直接蹲那个草不走哎。肯定是要搞下路。哦，老师。什么东西？我就下来就要放了。哇，不行啊，太痛了。能放吗？直接硬越塔，硬杀。啊，飞中。哎，是，又在痛了，他无药了，闪掉几张吧，他都闪箭套。这吸血鬼难吗？现在铁斧没有招了，大家安全。这块没大了，没有，大家安全，已经被虐杀一轮了。我们已经除了上路之外的四个人都死过一轮。他们一个中野联动，小爽好痛。小丑跟 TF 就去搞我就好了，他们就不用跑。一线不见。操！你看又来，只会助中，哼，糊涂。因为我们刚刚下午打超贵，哇！他如果能打对你，哇！真的是只会助攻啊，好扯。拿个手塔，奠定军心。上！谁来？谁上来？匿名吗？
没有。看图看到他妈的，刚刚小丑在哪？刚刚是不是小偏下的地方？中吧，他弹啊。我说他是刚中路在那边的，我觉得他是往下走。这回啊，龙，哇，超赞！哇，不好扯哦。他一个用狙击，然后定，然后机械虫很奇怪，丢断的角度直接抓死。哇，还有小丑！哇，好痛哦！妈的，这三小伤害。
哇！毫无防守之力。我来喽。小丑真是夸张痛。我要拿龙，他妈拿龙！你有没有看到？你被看到？你？这个萨克是有点猛啊，无聊，打不了，我一来他们就走，你走全部就围上了，对，没错，你打不了。是个玉兔八一。这种夸张痛。哦，好痛哦！萨克超夸张的那伤害，
到后期有机会耶。给老鼠吧，给老鼠吧，我拿没有用。给老鼠吧，对啊，我拿没有用。我在上面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我要看哦，你们可以帮忙一下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被秒了。看到了。你伤害太高了。巴龙应该。大哥在靠，但超痛。It's me. 我要先回家补血。啊？为什么是火龙？这不能放了，这是在放应该就爆了。这是能装？有眼吗？不能放。坐。我们走一起吧。拉扯一下，拉扯一下。我干！靠我呗！这个。浪费小兵了。你们是三狼吗？后面。真的好痛，我靠！哇，那明明真的痛，小兵一个牌直接不见了。哇，明明真的痛。台上，不打，不能打，不能打，真的是。老鼠在台上，假装白痴一样。过去了，过去了。我这样说要贴回去。
先跟纳利鲁自己上面吧，先补个眼。哇，走太出去了。要跑了。不能救啊。走太出去了，太出去了。哇，不能救他们。我为了救人啊。不能救啊。你太出去了，你这样我们就算支持你一个人也是丢他了。放吧。掉了吧，掉了吧，掉了吧，掉了吧。那个就算死一个人也是掉包的。老鼠，小心点啊，老鼠，你的刺可能会锯的。不要跑了。刚应该冲下路。那兵线是好。守一次，放我先过，一块三，再三十秒就过来。太快了！反张匿名干，大哥大哥哦，反张匿名就后面有一个大哥，反张匿名了就被这大哥弄死，干好烦哦。打不太赢，很惨。匿名直接飞我，没事。哦，所以，哦，好猛啊！好险，太高了。大东刚刚砍了我四千多伤害，下路有闪，对的，对的。这个蛮装，冲冲一下去，冲不太出去，帮你一个帮助，不敢过半。肯定是不能的，除非队友在旁边。这我是不会跨过这条线的。停。拿出来破船。哎呦！他们又想冲动。TF 没血 ，TF 没血，他们退了，他们退了 ，TF 快死。
我要输给你。我不是不跟你。等等哦，等等哦，继续回来，然后。哎呦！这什么？他为什么可以刮这么远？大风能到的。极限，极限，极限，极限！那个小丑死了，小丑死了。哇，这把我直接把 AD 和小丑和 AD 都全杀了，哇，很爽。匿名和那个小丑直接被我秒杀。有个推荐，要有帮我推。好了，好了。好了，匿名和小丑直接挡下，我去挡下，我去挡下。他们走了，真弟兄。你看，那小丑想抓我这边。哇！自从我不走出去，这游戏就变简单了。你早就不该走出去啊！